今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邓小平同志在除夕之夜向上级各界同志，请你代我向江泽民同志和各界同志，小平同志健康长寿。 这是本台记者东升、郭大康、陈海报道的。新春的祝福和问候，很高兴地与上海同志合影留念。这是邓小平同志自1988年以来，原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市长黄菊等迎上前去，向小平同志表明向您老人家祝贺春节，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，全家幸福。 邓小平同志说：“老人家对上海人民的鼓励，对上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”邓小平同志高兴地说：“你们上海的工作做得实在好，猪的素质特殊的品格，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。”12月13号，上海寒风细雨，风力达到6级，气温骤降至摄氏0度左右。这天上午，邓小平同志由吴邦国、黄菊等陪同视察了浦东，并顶风冒雨登临杨浦大桥。 新锦江大酒店顶层，俯瞰灯光璀璨的上海不夜城景色，他十分感慨地说：“上海中外旅客意外地见到邓小平同志，情不自禁地长时间鼓掌，向他老人家表达敬意和问候。”小平同志含笑向中外旅客频频招手致意。